大家好，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这几个视觉48色古彩的一个开箱视频，希望大家能喜欢。很开心这次依然能受邀评测这个新的颜料，这次是古彩48色，基本上是顶配，整个色彩搭配很丰富，包含冷色暖色以及各种的一个间色和副色。光是做这个色卡就快用了一天的时间。这次的颜料用的是管装的8毫升，在挤的时候有个别的颜色会有爆管的现象，所以在使用的过程中稍微要注意和小心。这个颜料主要还是不透明的一个水彩，不透明水彩和普通的透明水彩有很大的不同，可以用叠色和晕染的方式来画，所以在这个画画的过程中啊，白色和黑色就有很大的一个作用，特别是在有色纸的使用上，这点是和透明水彩有很大的不同。这里相关的一个色卡以及文字描述啊，已经发到专栏，感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到专栏翻阅一下。另外这次还有一支视觉跟竹中江流合作的这个旅行笔，制作也是相当的精美，然后非常方便在写生和这种外出携带的时候使用。今天就试一下用这个扇面来画一张画，然后因为有闪过的部分，所以画的时候会比较复杂一点，有一点麻烦。那么喜欢的小伙伴记得一键三连哦。Thank you.